吧就泥巴，叫什么栽培土啊？对啊，栽培土啊。嗯，你看这手册上面有写吗？有没有？哇，补充栽培土至9分满。哎呦，看这手册太麻烦了。不是说有人会协助我们教我们怎么栽吗？有啦嘛，我已经申请了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啦。没关系嘛，我们先绿化嘛，绿化环境不嫌晚。绿化环境不嫌晚，这是市政府教你喊的口号啊？不是，是官子路。啊，你看，家里边又多出不少的植栽来了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啊？还有妈，我跟您说，现在讲究的是，在不同的天候、不同的季节，养不一样的植物。市政府还特别的贴心，提供了一项特别的服务，叫做植栽配送，谁都可以申请。申请下来之后啊，家家户户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。哎呦，那太好了啊！最主要啊，是我们做市民的，结合社区的力量，由里长或者是社区共同发起，只要凑足50户，就可以向城市花园中心来申请了。申请下来之后呢，大家都可以拿到这种长方形的花盆，或者是圆形的吊盆，还有这种培养土，特别的方便。照着指示，大家都可以做绿化。你看看，这么一来，咱们家多漂亮，多热闹啊！真的哎，真的耶！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边种边练歌哦。好好好，我来唱。虽然没有桃花源，那今年的冬天啊，只要通过试镜后的复赛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决赛了。大家都为了这个复赛卯足了全力，拼了！我们几乎每天练唱，随时随地都在练唱。我遗失了爱，几句写遗失了。唱得越来越顺，也越来越有自信喽。一个人的快乐也许是种痛症，两个人的武林高手们除了跳舞还是跳舞，跳得很爽，超痛快的。努力在拼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参加比赛的当事人，还有准备摇旗呐喊的亲友团。你逛的，歪了，哪歪了呀？这边歪了呀，你没看到歪了？我这接下来，不是，接下来就是。哎呦，不是，说人家粘歪了。来，我请问你一下，你贴的这是什么？强尼呀、啊，这叫强尼呀、啊，这叫强劈漆了。你这漆能不能搬进去、啊？哎呦，这更歪了，你看看。不要紧，说我呢。对不起，哎呦，这怎么都是你的？你自己要粘歪的嘞。妈，您还做这个针线活啊？太累了吧？要不要割下来休息一下？对呀、啊，休息什么呀？你们听啊。强尼还在拼命呢。凭良心说，唱得真好。赶紧加班。连我家大姐关珍妮都没有闲着，她发挥爱买又能买的精神，充当我们的服装师哦。光彩，
关雪莉设计师果然成了我的御用造型师，以及所有人的发型顾问。这一连串的密集活动叫做通通动起来。关巧妮本人很忙，黄家燕本人也很忙，关家一家人好像也在参加集训一样。吃饭了。哎，等等，怎么啦？开动之前哦，关巧妮你先练唱。哦，啊，吃饭前要唱哦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唱两句吧，要不然你妈一直念，这饭也吃的不舒服。快点唱，快点唱。唱给我们听一听吧。不想要再去压抑我的心，那些曾经我选择相信。谢谢。你们已经吃了。终于到了比赛的前一天，气氛好像越来越紧张了。妈，你在煮什么啊？我在煮彭大海啦，等一下趁热你喝一杯哦。嘿，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彭大海哦，它是可以润喉的。啊，你现在要参加比赛哦，就要保养你的喉咙啊。啊，等一下我把这个装衣服哦，你带过去给燕子。谢谢妈。哎，再加点冰糖啊，那个喉咙哦，一唱起歌来就是好听。哎呦呀！嗯。那这是关妈帮我准备的。嗯，我妈煮了彭大海，她要你赶快趁热喝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关妹关妈人也太好了吧？三八哦，你该不会感动到要哭了吧？我才没有嘞，不过我是真的很感动啦。刘婆婆已经帮我准备了喉糖哎，现在关妈又帮我准备了彭大海，你们人真的太好了，帮我谢谢关妈。会啊，哎，你要全部都喝完哦，每一滴都是我妈的爱心哎。我一滴都不会浪费。嗯。哎，明天的复赛你会不会紧张啊？不会啊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就把自己准备好，尽力做到最棒，这样就对得起自己啦。也对吼，我们一起加油啦，反正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就豁出去吧。我们啊要一起通过复赛哦。 OK OK， 赶快打开来喝啊。哎呦，就做这么些啊，够用吗？爸，够多了，咱们一个人最多两只手，拿不了这么多旗子海报什么的。不是啊，那个在间奏啊还有什么大家伙拍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换换花样拿嘛。妈，评审该注意的是强尼的嗓音跟歌喉，而不是我们准备的这些花样啊。啊，那准备这些给谁看呢？那当然是给强尼看的了。啊，哎呦妈，来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来来，你先喝茶。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哦是要给大家看的啦。这哦就是那个哦，输人唔输阵啊。我们歌唱比赛哦，那个实力很重要，但是那个气势哦更重要。我们只要哦加油一声哦，加油！哎呦，那气势一出来哦，关巧妮哦就赢一半了呢。赢了一半了。对，加油一半。那另外一半呢？另外一半哦，另外一半是。啊，这另外一半。另外一边得靠这小伙子他自个儿的努力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都起来了？来看看，给你加油的。谢谢。哎，对，彭大海有没有拿给燕子？有，他要我跟你说谢谢。哎呦，不客气啦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玩了，去洗澡休息。哎，你今天得早点睡觉啊。好，爸妈奶奶晚安。晚安晚安。好，加油哦。好好养精蓄锐啊，明天有好嗓子。再看漫画哦，嘿。好啊。嗯。